听说华强北的手机很便宜，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，帮粉丝淘两台16 Pro 256G， 看一下多少钱能拿下，在你们本地能省多少钱。今天就带你们了解一下，老板拿两台最便宜的16 Pro 256G 的，1元1台。这个什么行情？官网不是卖8999吗？你这边为什么5000多就可以拿下了？会不会是翻新机？今天我们帮粉丝拿两台16 Pro 256G， 一个黑色，一个白色。这两台手机全部都是全新机哈，所以说它的边框都是没有磕缝、没有掉漆的，而且充电次数一次电池效率100%的，还是未激活的。像这种机子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？首先它是外版的有锁机，在使用上面跟国行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边框是没有卡槽的，如果说你想正常使用，需要在边框打个孔，放一个卡槽进去，它才能正常插电话卡。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国行的手机它是插卡直接用的，但是我们这种是属于有锁机，所以它就是需要配合这种卡贴才能正常的接打电话。那么买这种有锁机它会比官网便宜多少钱呢？我给你们算一笔账，老板娘你就直接告诉我这个黑色跟白色分别的拿货价格是多少。黑色5750，白色5900，平台的价格是8999。那么这个5750拿货，我们减去5750，也就是说省了3000多块钱。那么3000多块钱还要减去开卡槽250块钱，再减去150块钱的代采费，也就是说买这种有锁的机子会比国行省下2850块钱。